看来真的走下坡了。你知道我刚刚前两标业绩做多少吗？我刚前两标业绩做70几万，能了解吗？连千亿直播出新招，照赚70万，预告小秘书回归师生。什么叫一个人一滴查甫人的汗？联动大的汗，碎的汗，没有小秘书常累坤尼帮擦汗呢。咱可不睡哦。后来的直播都没看见小秘书的身影，两人的关系是否一去不复返嘞？连千亿打包票，昆尼六号晚间会一起直播，开箱价值1500万货柜，可能还会放送十分福利哦。而、在这之前，连东得先 hold 住全场。今天到的货柜的现货大概有1200万，消息哦，今天原来在怎样？啊，因为这只是到三分之一而已，后面的东西很多。啊，今天到了差不多一个货柜，后面还有三个货柜要来啊，总共三个货柜，还有两个货柜了啊。这一箱我还没有开，一句话，这一箱爷爷帮我刷。讲什么的爷爷？爷爷你不过来背。这一箱爷爷帮我刷，1688+1。这一箱如果没有1688的价值，我不敢搞的掉。来。要死我！这表我也使收起，这表我也使收起，再唔出事，我也使收起了。每人送五包，来，每人再送五包，有加一不要每人送五包，有加一的。规个的1688拢你眼睛想歪是无？同学现在眼睛闭起来了，我不看，直接这样说，我留情你啊，来拢无看我拍开，来，来高额，那是九，不是六 ，OK 啊、哦，高绝对给你爽的。还不够啦，还不够啦，不会送汉堡啦，没有送汉堡，送到人家超生你了啦。哎，朱喜，你能吃三餐麦当劳吗？麦当劳吃霸场不好吗？明天我要去育幼院做爱心捐物资，捐霸场捐很多呢。哎呀，我现在很发烧，哎呦，对呀、啊，不是确诊啊，看来真的走下坡了。你知道我刚刚前两标业绩做多少吗？我刚前两标业绩做70几万。能不了解吗？我利用那一组一晚上掐好几千组嘞，怎么会生意不好？而且那边边边怎么会不好？我常讲人无完人啊，哦，事无完事嘛。就像来拼年轻，其实我也是觉得说，平平啊，没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很简单嘛。你看连蔡总统都有人在念他了，也发现了火箭。我希望说大家能够更和谐啦，哦，不要这样彼此攻击来攻击去，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。你挖他的疮疤。他挖你的疮疤，你挖他的鼻孔，他拉你的下巴，他要干什么？为什么要告你知道吧？因为很简单，因为我们成长了。那我的律师团队里面全部那么多人都是上访式的律师，1瓶50万，你怎么会跑去告我嘞？对，真的很讨厌呢。